裤子最长的挨着每个孔一放，最长的放最下面，每一个盘压一个柱子，把这个平面朝下，再放两个，把这个箭槽凑成这个平箭，这三个眼对准这三个柱子，手轮这个槽对准这个销子眼，对准这个销子，先放里侧的平箭，侧板往里拍拍，要拍到你拍拍，对着那个眼给它放进去，这个放到这个眼里，钉子这个平面朝上一下，不要拧紧，你带着这儿就行。这两天下回再把这大铁钉拧拧，把这锁紧松开，推到头，把这个钉子拧上，看一下这。